来，这些瓦不辣，我们要去兑水啦，走吧。我拿过去。啊，这不也要来做迄种海水迄种迄什么过程？我要来丢一只来，这个先怎么讲呢？鱼仔要放对，鱼仔放一挂，放一挂来吃好。好，哎呀，啊，虾子，然后这个海葵暂时放这边好了，隔离缸。好，翻沙海星，还有这个，这个直接要进到大缸里面，所以放下来。来，灯打开，打开，拿起来。因为我这翻沙的要把它弄多一点，对，然后这个哦夹子把它夹住，我不会乱游。再过来，这样惊个乱源的，我就无采干我的迄条啊。我来这边怎啊嘛乱源的，刚好扯平了。好，我这个我们先暂时放着。啊，比目鱼明天要把它放底沙下去。好，等下可能也放几只虾下去。迄只海水我咧看，等下。这海葵伊讲内底有沙甲溶溶的，等一下用这个把海水洗一洗啊，等一下在这边洗一洗之后，我们要放到里面去。我咧看嘛，做下落去。走了，对对。一起下去就好了。哦，我们家指点，哎，这指点这性是正常的。再来一次。我想我都不爱。我会放鱼啊，放软体直播了啊，先这样了，啊，谢谢大家收看。先讲，我这就是那恁朋友在饲鱼啊，安尼的，所以你看卖高潮，我就习惯这样拍，看会惯习来看，啊，看袂惯习就买啊，哎呀，哦，无你看你加艰苦的，对不对？哦，但是我是欢迎你们来看，谢谢大家。